感情通，万事皆顺；言语通，思想交流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到上苦。什么款式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少出路，第二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你若睏咧车啦，阿福啊，精神啦，阿福啊，阿福啦，阿福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进来啦，阿福啦，阿福，你们好等就好，我来这边去，阿婆去柜台办条手续的哈。去报名的时阵，我听到有电话声，啊，我就紧边开要接电话，结果看看楼梯哦，我就看到恁阿爸倒咧楼梯骹啦，一定是有人听到电话要来接，结果去跋倒的款啦。啊，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啊？三更半夜才打电话来啦。哎呀，我哪会知啦？你出门遮拢无效啦，紧啦，紧去，紧去办手续啦，紧啦。哎呦，天公伯啊，你来保庇保庇阮阿爸，会当紧好起来哦。天公伯啊！拜什么？你的向神灵求什么？求讲子贤会当早日倒转来，互恁两个见面，都亲像以前同款。无顾着恁两个是兄妹，在我面头前偷来来。张美官，我到今麦才知影，在你的心目中，干有子贤，完全无我。在你的日记内所写，完全是对自己的思量之情，根本不能当作我的存在。我是你的后生，你跟我困同床，心内所想的却是另外一个查某人。你这款行为，就是不守妇道。这条以前是正直人放水流，你知无？
教训，请你一定要处罚，处罚这个不守妇道的查某人。你是安怎在哭啊？我脸面啊！你是不是梦到我在考倒地，唔才会哭到遐尼啊伤心笑？不是啦，你嘛真奇怪呢，有房间予你睏，你唔睏啦，坐咧遮做眠梦，若予恁阿爸看到的，佫叫是讲吼我在考倒地啦。你对我真不满对无？你过来遮真委屈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你比我吼好真多啊啦。迄当阵啊，我伫个即个厝内底吼，所受的委屈甲痛苦啊，加你千万倍啦。迄当阵。我的大客对待我，比我对待你。我甲你讲，自从你做我的媳妇头一天开始，我就照用心想要做一个好大家。啊，你是安怎对我的？你暗号你的阿爸，暗号到害你家己都落体啊！我对你好，你煞安尼对待我。你是叫我要安怎来疼惜你哈？都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该死啦！我想要倒去后头厝住几天，好好啊反省好不好？你想要倒去？哼！你叫是讲我唔知影你要倒去遐创啥？你想要回去甲你姨妈，还佮有阿伯斗，讲我是安怎苦毒你，讲你伫遮吼是过得我痛苦啦。你是想要回来责备我是无？是啦，阿母，是今日咱我已经足艰苦的，行路的车会影响到大家，所以我想要回去后头厝住几天，等我心情来较好咧。平静，快点回来好不好？美冠，我不准你回去。做人的媳妇哦，脚未着就要回去后头厝。你甲志忠才结婚无偌久，我无想要让人认为讲吼，我这个大家无咧疼惜你，真歹斗阵啦。阿母，入去房间。阿母，你去啊！伊即马搁咧昏迷，昏迷。根据阮的检查，伊的血压甲心跳拢真正常，也毋过头壳有出血。出血？这种情形若继续落去哦，恐惊对病人有性命危险。性命危险？以阮的立场，阮是建议你看会当做一下手术的。手术？你是讲开刀破头壳哦？是啦。这种手术是真危险，所以恁家属来好好啊考虑一下。阿妹啊，阿妈，你若把爱开刀免做。妈，阿爸，阿爸，在家等啊。
袂怪。你不需要安尼放开我，我若不重要，我家己会想办法的。阿爸，我无照顾你，啥物照顾你啦？我会注意我家己身体，你免替我烦恼啦，吼、哦。来，紧食早餐，紧。哎呦，透早起来哦，人饭菜甲你穿便便啦，还佫甲你送到房间来哦，敢若差无甲你饲尔啦。你还佫有甚物无满足的哈？你根本就讲是你做的，无你是想要安怎啊？我要安怎啊？阿母阿母，你甲阿爸佫是咧冤安怎啦？志忠啊，你有看到无啦？人迄查某囝哦是安怎咧友好伊阿爸啦？啊伊阿爸哦讲安怎疼惜家己的查某囝啦？啊我呢？哈？你敢有咧友好你阿母哈？还佫帮助人来欺负我？好啊阿母。你就减讲两句啊啦，莫爱透早吼，就甲家己的心情不过拢无好啦。我为啥物爱减讲两句啊哈？你迄个某啦，昨吼替你阿爸洗两领衫，就会当冤到厝外拢要甲掀起来，啊，搁甲你的姨妈叫叫转来啦。好啦。下厝的某人知影讲，我这个歹大家是安怎咧苦度新妇啦？好啦。无啊，是怎个叫阿姨转来啊？阿姨是袂放心，转来看啦，唔则看到咱咧冤家啊，可惜你。你是要让大家歹日子过，你才会欢喜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我在惊你，我是在求求你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别想超过哦。我超过是安怎啦？阿母，阿母知了，你出来教训我，免骗人的。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十二点，大家出战。李官，你莫艰苦啊啦！李官，阿爸甲阿母冤家嘛，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。敢讲你还袂惯事哦？咱做事事除了艰苦扛以外，咱啥物也袂用做啊。时间已经无早，你要去上班啊？你若无会袂好。你即马呢？我变哪有心情去上班啊？美冠，美冠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跟我讲话啦，美冠，你跟我讲话啦，美冠。你要去上班，我去上班，那是你的代志。要唔过我有足侪代志爱做，我爱出去买菜，倒来找我洗衫、做饭、摒厝来，你知无？美冠，美冠，莫安尼啦，美冠，美冠，美冠。太激动，即马。足艰苦的，其实大兄厝一个邱小丁，你的日子哦，无可能好过。想袂到我的婚姻，这么紧就出问题啊！当初我一直无愿意承认，我嫁予志忠是想要改变阿爸甲阿母的关系。迄是因为我相信志忠，伊是一个值得我相信、会当予我依靠的人。也毋过即马，我心情足乱的，我根本就无想要再去迄间厝。Thank you.
是无人接电话，俺是拢走去倒。我即马上需要的，就是有人会当听我讲话，给我一点仔意见，淡薄仔的安慰。开刀，复原的几率有偌侪？头家娘，我无想要骗你，伊这种情形，讲实在，几率偌侪，我毋捌确定。也毋过，若无开刀，是一点仔机会都拢无。医生，我敢若一个后生仔命。你嘛知影，做时代丧时岁离开世界，是一件真残忍的代志。医生，我拜托你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尽力救我的后生，让伊搁复原起来，好无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答应要甲开刀啊？我一定会尽我上大力量，你放心啦。替你做这个决定，你袂怪阿母吼？你千万唔通做你去帮阿母一个人去的，阿母，假使你若是阿你去做，阿母是最袂原谅你。戏出大戏出，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个拜个，中昼十二点，大戏出，赞！
较早住我这间厝的时阵，甲姨妈、阿伯，还佫有文英阿姨，逐天安尼有讲有笑，生活斗阵，迄个是一家人的感觉。我即摆是足怀念迄段日子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谁人是写剧本予我就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谁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什么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谁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，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谁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，慢慢来。